们去谈论小队的事。我们原来是姐妹小队的，能进校队那是荣誉。我不是你，出去。婆婆被球砸到了，婆婆，听到吧？别看了，赶紧再去喊点人。哥哥老太太呢？他外地在操票。不要随便跟外人讲家里的事。他是我同学。你又不是不晓得马克姓郭。也认得他吗？王大夫，你再不走，小心点！我老子辛苦活了。你不是不带去打工吗？这打工就在喊你给我钞票。你同学有提到过他奶奶吗？我问过，他是莫名其妙的吗？是不落这么应该有点迟了。